头里不舒服。我头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到那个一个飞碟在往下飞啊，这边水面上一个白色的鸭子啊，头对着那个飞碟啊，飞往下飞的时候，明显看到那飞碟下方的水啊，水啊往下压了一个鸭子的那边的水啊就高起来了啊，这边一压，这边就高起来了啊，这边一压，这边就高起来，我的那右胳膊痛啊，右胳膊好痛啊。哇，也一个搞起来了啊！非得晚上的时候水又加上去了，就让我们看到就让我们看到那个那个水位高低啊，同非得有关啊。我再讲一遍啊，我开点灯光啊，开点灯光啊，我看到这边一个非得啊，看到这边一个非得啊。慢慢往下飞，往下飞的时候，这边有个鸭子头对着那个飞碟，鸭子，哇，它飞的时候，下面的水位就降低了，飞的下面的，水压出来以后，那边就勾起来了，鸭子就勾起来了，就是这样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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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是说，飞碟可以压那个，下压那个水啊，正。飞碟下方的水被压下去了啊，被压下去一个啊，那么水压到旁边去了啊，旁边的水位就高去了啊，我就看到这个，我看到这个啊，眼睛一直晃着这个动作啊，眼睛一直晃着这个动作啊，鸭子就高起来了啊，水位高了，飞碟下方的水位低了，旁边的水位高了啊，原来是被它水被它压下去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啊。看到了这一幕，看到这一幕，看到这一幕，也就是说，非典能够把水压下去这个临拍当中，比较多的看到这个场景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